有关媒体报载曾涉犯猥亵之美国籍 W 男入境在台一事，经本署北区大队、桃园市专刑队等单位会同警方共同组成专案小组，已于113年11月7日下午将 W 男查处到案，全力维护我国利益及民众安全。查获 W 男后，本署专刑队随即进行清巡，确认其来台目的及有无涉其他不法行为。后续将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第18条第一项规定办理驱逐出国事宜，出国后也将依法管制其入国。本署将与各执法机关合作，秉持专业，持续强化外来人口人流管理，维护我国公共秩序安全。